下一组选手。人在动，大家好，我们是快进组合。年少无语泪泪红。我们是母语小品转向汉语小品的第一人，相信以后会有更多的人做这件事情。我觉得快乐和金钱无关，我在做我喜欢的事。三年了，上千场的微微演出，我们始终在路上。想让草原上的人都见到我们，我们只需要一季的时间。是的，能看见观众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欣慰。华西喊春前辈，这孩子又去哪儿了？阿姨，我在这儿呢。咱家的狗今天吃东西了没有？吃了呀。吃了？那我昨天喂的时候什么都没吃，它不会是病了吧？阿姨，咱家那个大白狗啊，活蹦乱跳，一点毛病都没有。阿姨，您不会是抓着咱家的羊当大白狗喂了吧？那羊肯定我不吃我不吃我不吃，没有给羊喂骨头的。哎呦闺女啊，瞧你说的，我就算把你看成煤球也不会把羊当成狗喂。阿姨别动我了。我的好闺女啊，阿姨这身体真是苦了你了。阿姨，您还客气啥呀？您呢是大夫的妈妈，我呢是大夫的女朋友，我不照顾你我照顾谁去呀？别提那小子，一提他我就来气啊。虽然说你俩是青梅竹马，从小一起长大，他可跟你没法比呀。你说当年他考上了大学，一个人跑了这四年里头一次也不回家，所以呀，你不能再等他喽，再等他你就耽误了孩子。阿姨，但我比较抢手。不行，你们俩就分手吧。分手？你看阿姨都替你写好分手信了，你就把这个给她寄过去。阿姨，我知道您是担心我，但是打不我们俩的事呢，还是等他回来再说。等他回来？那不回来呢？哼，你呀就把这个信给他寄过去。哼，有好的男孩你也不要错过。阿姨，我特别喜欢达布，达布也非常喜欢我，所以我们俩。阿姨，阿姨，阿姨，咱们再谈谈吧。阿姨，现在的社会步伐快，好多人在家不烧饭来不炒菜，这家人家更奇怪，天天叫我送外卖。到哪儿形象不能坏，时刻保持帅帅。乌拉在家吗？来了。谁呀？怎么又是你呀？这不又来给您送外卖吗？放哪儿啊？你进来吧。但是我从来没叫过你们家的外卖。这又不是你叫的。啊，你是不是喜欢我呀？天天给我送外卖。想多了想多了。哦，那我知道了，肯定是我的追求者匿名给我叫的外卖，向我表忠心呢。哎呀，四五年没回家了，太开心了，可以见到我的图拉和我的妈妈了。哎，美女，我认识你这么久了都没问过你多大呢。美女。有眼光。不对呀，这家里怎么还有男人？不会跟别人了吧？我是八九的，是属蛇。我八七的属兔的，比你大两岁呢。生肖挺合适啊，什么谈吐年年富啊。我水瓶座，你呢？我是双子座。双子，双子配水瓶，他俩还真行。六月份的。对呀，我这个双子座呀，人格分裂，一会儿年轻。这太逗了。一会儿成熟。还这么开心。太逗了。哎啊，你天天给我送饭，我家的门太熟了吧。那太熟了，从我那个饭店到你家呀，经过三条小河，四个坟头，五个狼窝。有一窝母狼啊，它刚下了小崽，公狼还偷摸的狼窝，对对对对对，老往别的地方。我倒要看看你是条什么狼。别动。蜘蛛。弄死他。
他那么厉害。谢谢你啊，都半年的饭了。对呀，这半年呢我净往你家跑了。都好了半年了。哎，你要寄信呢，我过会儿啊路过邮局帮您把这个给寄出去吧。这就不用了，这是我分手信，我自己解决。分手信？嗯，看来真的有事儿了。这个马上你们都不用见面，分手这个东西啊就得当断则断，快刀斩乱麻，一刀两断。你胡老他谁啊？我男朋友。他谁？追求者。啊，不对，别紧张，我解释。别再解释，我们俩是清白的。清白的？他只是一个送外卖的。我是送外卖的，我是正经老实人，我没长那个坏心眼。大哥，我在城里头开了个饭馆，左面是拉面馆，右面是包子铺，我为了把他们的生意抢过来呀，自己创新了一个拉面馅的包子，肥的老惨了。就我这个智商能挖你的墙角吗？我也挖不动啊。那这分手信怎么回事？我没反应。哇，被甩了吧，单身了吧，不会。你这写信夹的够彻底呀。别胡说，你这信不是我写的。你跟我没关系。那是谁？是我写的。臭小子，你还知道回来呢？你还知道酒量不回来不回来？你妈，对不起。你还知道错，信是我写的，外卖也是我叫的，目的就是很简单，就是让我的图拉好闺女啊早点找个老实人嫁了。我天天叫外卖啊，就是给他们多创造一点机会，多见见面。妈，你也不能这样啊。想让你耽误了这么好的一个闺女哟。阿姨，这我得好好批评批评你了。您要是早说，我都得穿西服来，高低开个小汽车，滴滴滴滴滴滴。你在干嘛？模仿汽车呢。滴滴滴。那你呢？模仿路灯呢。滴滴滴滴滴滴。妈，我知道我大学期间没怎么顾家，实在对不住您。妈，我这一毕业呀，不是想拉点投资，把咱们草原的特产带到全国，带到全世界。妈，还有我从家乡带去的好多特产，那边的老板都特别喜欢。是吗？太好了。那我那个拉面馅的包子，嗯，那玩意儿肯定没人要。妈，所以呀，我想创业，您呐就给我一个让您和图拉幸福的机会吧。妈，对呀，阿姨，您也知道打不我们俩的感情，您就给他一个机会吧。好了好了，你们俩要闹死我呀。啊，儿子，只要你踏踏实实的努力，机会还是给你的啊。你现在回家创业，连个帮手都没有，怎么创业？我其实我那个饭馆啊早就坚持不下去了，以后我跟我哥创业，实在不行你跟我干。啊，你做拉面我做包子。阿姨，反正我们都长大了，您就放心吧。对呀。哎，妈，您看我呀知道你爱唱歌爱跳舞，在城里啊给你买了一个音响，你以后天天可以唱歌跳舞了。快跟妈妈试试。我来安装。好好好，孩子们呢长大了懂事了，只要你们生活幸福，妈就放心了。苏罗兰岛我的岛，我是巴拉拉巴拉拉吼，王子罗兰达我的朝鲜吼，森林小木一来一来吼，黄昏恰恰的人们拉达，阿里多人巴拉拉巴拉拉吼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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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还是先。